来了，姐妹们，我们当地的小便利店。哈喽呀，姐妹们，哎，来了，先来个小串串。一个小现成，卖的一点都不比大超市便宜。炸鸡和年糕。冰淇淋蛋糕，干嘛？跟人大城市不太一样。干嘛？香甜，绿头的，还行，就是太黏了，巧克力的。半熟芝士，草莓，小蛋糕干嘛？一点都不实惠，还不如去甜品店里买东西吃啊！价格不低，品质还没有甜品店的高。芋泥虎皮，嗯，玩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芋头沙沙的，这个是草莓的，妈，刚才那个芋头太好吃了，奥利奥海盐，椒盐味的，三明治。你等，你等，等我一分钟。吃点木瓜，我上面撒了点白糖，因为这回买的木瓜不多不少，一丝丝的甜味它都没有啊，姐妹们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这吃冬瓜呢。我来了，撒点白糖好多了，刚才你吃嘴里你都不知道吃了个什么玩意，这样就好很多了。嗯，哎呀妈，冰凉，哎呦我的天，刚才面包吃了一口就开始录视频了，老式的豆沙面包，拍到，嗯。